好，我是吴爱。明后两天还有下礼拜二月八号、九号、十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生肖、恭喜母羊座朋友排运亨通，而且偏财也非常旺盛哦。金牛座朋友也无赖，偏财手气特别好，灵感也是十足的。双子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尤其在感情上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哦。或三星座是弱一点，在这边留意了。天蝎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相亲约会容易遇到烂桃花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注意，在理财方面容易有漏洞产生。摩羯座朋友也要特别小心，和人签订合约时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哦。另外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这边提醒你：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土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风象朋友是红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8哦。